唯有食药真系令主人好鬼激气啊！睇下佢抗拒个样，个头左扭右拧，就系唔肯食。喂，做人老公嗰位唔系谂住斋坐啊嘛？即刻同我坐过嚟啊！药难食啊嘛，咁你食先咯。唔食，大型伺候。呢下只狗乖晒啦，唔使匙羹喂，都自动自觉饮晒成碗。都唔知系因为男主人试咗毒之后安心晒，定系因为惊饮慢咗都整翻巴佢叹咯。住喺福建嘅萨摩耶超超一样都唔中意食感冒药，主人大力都压唔到狗头低，成个头都就嚟变成棉花糖啦，都仲系抵死不从。最后见到主人仍然坚持，佢都唯有配合咁低头闻下啲药水，再扮嘢喐下个嘴舐空气，扮晒食紧好嘢，想靠可爱闻闻过关。其实氹狗食药都有两策，主打就系一个欲擒故纵，越系唔俾佢食，佢就越以为系好食嘅，呢咁咪自愿食咯。